咱不都是一个文化的古都吼？未来咱远东，就是我在这时候，我都已经到迄个古都拢快协调了。后来又，目前停顿就对了吼。我过来，即摆上节，明年若阁有机会通上节吼，而且阁来管路争取，来拜托咱的文化部，是毋是重新评估，甲这个鉴定古迹，这是大家来看看这个远东这个鉴定古迹是有必要的。哦，就是荒废在那边太久了。如果真的是要做鉴定古迹，也可以马上把它修复。哦，啊，让咱步道地名有一个，可以到那边做文创，做一些活动，不要荒废在那边，是未来我的建设的目标。